欢迎来到中古车值多少？啊，那我们今天在里面拍啊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里面拍吗？不知道。等一下有人来看这一台，他是看 YouTube， 然后他有一台10年的亚历斯要换，然后现在就是要等他来。很正常，10年的亚历斯，哎呦，这个你不会热啊？我有腿是冷的。哦，好热啊！好啦，正常10年亚历斯，他那还是跑16万的，16万那等于一年跑16000。16000，对啊，16600，第十年，哦，超过16000，对，那银色的，那正常来说，10年的亚历斯收购大概在15到18啦，15到18这之间，剩下的我们等他来再讲好不好？那这台应该大家不陌生吧？这台就是我们去台南收的那一台 IS300， 可爱的小黑啊，我觉得新车它开起来比较有，直接开里面。新车它开起来就是有一种新车的感觉，新车的感觉。马的，我听这句话也有听废话的感觉。就会想换后驱车，是因为开起来就是跟前驱不太一样，操控会不对。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我爸爸想要开进口车，但是因为。他就就是老人家自己比较花不下去，哦，所以不敢嘛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那不然就是我这收入有到的话，就可以自己换，他也可以玩玩看这样。哦，对吧，啊？他也可以开啊。对吧，啊？对啊。只是这就是真的像你讲的，如果太高的人就不适合开这种车。对，对吧。前面是还好，主要是如果说你后面如果再一样。高的人，对对对对，等一下下一次我们的标准，对对对，然后够这个三光灯，对对对，嗯，好，那
最爱 IS 收听啦。今天这两台哦，就是车换车客人贴100，对，那这一台我们网络开价是118.8万，那我们就是便宜18000，等于再卖他117，然后亚里斯跟他收17，亚里斯有点高，是也还可以，就是稍微补一下啊，因为 YouTube 的客人那也有支持我们家 YouTube， 所以我就是能够做的就做吧，对啊，反正老板要放就放，聊钱是大概聊不说再聊，对啊，那客人也有跟我们去试车，就是真的不错吧？对啊，那亚里斯就是收17万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支车换车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啊。那我要去估下一台车子了。好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想知道你车子的价格，可以加我们的官方 LINE， 那我们官方 LINE 会比较快，我们有时间就会马上回复。OK， 我去估下一台车子了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